魔法乐雅特技，从头开始。这就一关而已嘛，魔法洛雅日记被打烂了之后，冒烟爆炸，变回乖乖乖的样子了。皇冠坏掉了，现在要打开吗？还是可以做？我世界。宇宙，暴龙要死掉了吗？哇，变灰色的了。看起来破破烂烂的，卡比打败的魔法洛雅，魔法洛雅，然后失去魔力之后变得非常脆弱，跌落谷底的魔法洛雅赌上一切，复活故事即将开始。打倒敌人获得魔力点数，打倒的点数让魔法洛雅变强。我是用什么？你有颜色啊？可以射东西啊。二连级就有卡比，二连级就会有怪怪的球球。先出，是什么？魔法洛雅背叛的朋友，因为这一过错，坠落到了异空间。洛雅吗？对，坠落到异空间深渊。那按两下跳会怎么样？怎样？会浮起来？他浮不起来耶，他只能滑翔一下子而已。干嘛？距离还可以吗 ？Boss， 我魔法豆芽是什么颜色？会变回魔法豆芽几个？哦 ，Boss。项链，这跟卡比一样。项链吗？跟彩吗？摆动。零。要魔力点数够。魔力炸弹下逼。五个碎片。你为什么可以用？可以强化魔法洛雅，我们要先强化什么？为了距离高处远集中，那这个吧。我们怎么会有危险的呢？可以打下面吗？你可以把我顶上去吗？可以耶，可以攻击，按下吗？会跑出炸弹来。这样会攻击人吗？哇哦！往上面走。我不是卡比吗？对不上去。但是我是谁？你不是卡比啊，马洛亚。再一下我就要死了。是困难模式还是简单模式？困难了。是改到这个呢？两个快死了。是洛雅吗？洛雅。魔法洛雅是什么？是他的名字啊。让我们进去。有没有开关？263。能强化什么？飞一阵子。等红色的数字会怎么样？不能买啊。有。他说什么？要选血变多的，可以漂浮的。这是什么？进去了。这什么会压扁吗？不在空中这样子了。这样吗？哦，对，那只是就一下子而已。
是吗？这个五颗星是怎样？不关了。直接进去了，来强化一下，强化同时放出两颗，飞得更远。一只二，这跳远力的变高了。对啊。那你有看到黑洞吗？不是你的血，这困难模式还是简单模式？困难模式啊。简单模式是什么？模式。就是。我为什么可以把你点上去？血变多。你看子弹干嘛？阿比才能吸啊。冰淇淋。耶、yeah, ，冰淇淋。什么是？什么什么冰淇淋？冰淇淋。哦，这是什么 ？Unlock 冰淇淋。按商店。嗯，血量。要买这个存钱啊！不要买血量，从这里不能飞。会救我吗？不活了。哇，可怕哦！我怎么死？小心过关了！哇，点数好多哦！有吗？多少？啊，可以买那个漂浮二了。买会飞的了。需要吗？漂浮漂浮吗？还是要攻击的？漂浮。好。按商店。干嘛？好。炸弹。炸弹。呜！得飘很远吗？后面的东西耶。是夹扁的。有。有。有。怎么很快？是夹扁的。走下面会死吗？走下面会怎么样？会死掉。会扣点数吗？会啊。八。有吗？有吗？啊，扣点数哎！那你不要死啊！刚死了，我没点数了，我拉不到。这什么？黑洞吗？哦，离去就补完血了哦，你很聪明哎。哎，没有。对的，不是啊。刚刚哎，而且我们把血量不要变多，这是金还是银？金。大猩猩。什么？风哎，还有风。这个吗？防护罩。点几？点变长。我有三个爱心哎，这爱心变多了。嗯，防御人，你要防御啊，防御比较没那么痛，对不对？我都有按防御。有多一点血吗？对啊。拜拜。
等你吗？到了、啊。要。一起过关啦、啊！一起过关。嘟嘟嘟嘟嘟。耶，加100，要600耶，刚好可以买那个连击点数时间增强的。600块，要丢2个炸弹，还是要打天空？600。对啊，什么？嗯？魔法师帽？哎、欸？第二个，这是什么？几色？几色？他是谁？电警达拉乌，电能的。一色啊！要有 combo， 帮我一起色快点。好，一色。啊？怎么这样不行？把干掉了、啊，厉害！哦，获胜，这好像有个苹果，过一关就700多。有。我觉得像苹果的。是什么啊？现在可以冲刺 B， 冲刺加 B， 还有可以放大炮了。眼镜是地板，他的提示哦，对，大秘密，那边有秘密哦。我的，哦，他说可以按那个。什么？前好，跑起来再。什么？打到 boss？ 哇，1000了。这什么？哇！二之二。可是你要用防护。啊。用这个防御的话，一点都不痛哦，不会扣血了。可以，那我们要玩卡比吗？我换卡比了哈，玩魔法洛亚了哈。法洛亚是？先过了2之1就好了吗？这是写什么？会出标题吗？